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但是好久没来了啊！好久没来了，我们看到非常帅气的唐禹哲。啊，你们好，我是唐禹哲，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白粥。是他们的老师。怎么为什么笑成这样的？因为饿了。白粥，喜欢喝白粥，热白粥。好，有男生敢出来挑战吗？来，唐禹哲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啊，我去。那谁帮你？需要人扶吗？你需要人扶吗？扶一下吧，扶一下。我来帮你。是我不会的。海涛扶啊。海涛做的是一组强的动作啊，来。好，好，撑好，撑好，肩顶直，肩顶直。这边顶直，顶直，好，弯腿，弯腿，弹手，然后腹肌用力弹，把腿往下打，弹，往下打。打快点了。这个环节叫肿海涛吗？我什么时候松手啊？不是、啊，上来又说我把住是吧？你完了，我什么时候分手？主要是怪海涛，带走吗？他使劲的时候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海涛影响我们。计时开始，一个后背，两只脚，两只膝盖，一个后背，两只脚，两只膝盖，两个膝盖，一个后背，两只脚，两只膝盖，踩在他身上，在他身上，对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个。一个劈叉，两个头，两只脚，三只手。一个劈叉，顶着。一个劈叉，两个头，两只脚，三只手。一个劈叉，两个头，两只脚，三只手。一个劈叉，两个头，两只脚。菲儿，你好像一个拖把。菲儿。来，三，准备好，不能用肚子，把头，对，头放在地上，头放在地上，三，少一只手，三只手，好，三二一，成功，成功。下面一题，一只膝盖，两个屁股，男生躺着，女生在他们身上，对，一只膝盖。躺着，一只膝盖，两个屁股，两个屁股有了，一只膝盖，一只膝盖，两个屁股，来，三，子枫脚要抬起来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三，脚抬起来，三二一，成功，两只手，两个背。两只手，全部都上到他们身上。两只手，两个背。好 ，OK 了。三，哎，子枫的手，子枫的手，子枫的手，来，三二一，成功。一个背，两只膝盖，一个背，两只膝盖，都在他身上，都在他身上，全部都上唐禹哲身上。一只一个背，快上去，别犹豫。菲儿脚要起来，菲儿脚要起来啊！准备三。准备三、三、二、一，成功！好，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？记住啊，记住，你们很厉害，是你们完全没有借助到冠军锦囊，我忘了。好，这是蓝队的时间，三分五十六秒。下面红队上，宋茜、唐禹哲 ，Go！ 还记得上次跟好哥们儿一起打篮球的暑假吗？立正！一
这个运动加上舞台的精彩碰撞，又会产生怎样的奇妙效果呢？ Katy Perry 令人难忘的表演今天将在让一让的舞台上惊喜重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哇，这是我理解的那种美美的秀，对，这是我想的。好多年没有听到宇哲唱跳表演，看到他那种好有范儿啊！倩倩真是每一次在不好意思让一让里面都突破自己的极限，现在已经到这儿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我现在。